他在那个舍利子，他完圣后，他来这边剃度，第一个是斯里兰卡的国王的王后，他来第一个剃度，然后剃度以后，那个王后才做阿努拉，他叫圣杰罗伊的名，花园的名字叫阿努拉，他来就在这个地方的，是那个时候有历史上说大概五百个女众比丘在这个城里面有住的。我们去那个时候会看到在对面的一个佛塔，那边是南种的，我们第一天去的参观是哪边是南种，女众是在这个地方住的。后来那个阿努拉那个王后完胜了后，他有涅槃后，他的舍利子放在这个塔里面的，然后改了这个佛那个塔，这个塔说阿努拉塔，然后呢他的那个舍利子还有他用过的戒指衣服是毁掉的，哪些东西考古检查他们已经发现了，他们放在一个地方，等一下我们看了这个，然后呢我们可以去看看那个，但是不可以摸 OK 那时候我们可以看，然后呢这个地方是后来那个政府要考古检查盖那个塔，但是政府没办法，斯里兰卡的经济失败，所以那个政府交给蒋师傅，这个所有的森林包括这个地方所有都是已经过名给蒋师傅，然后他们说蒋师傅来这个地方改一下改佛塔，然后以后会改女众的岛上这个地方，所以他们交给蒋师傅，大概今年三月份会开始我们建筑这个佛塔。明年Thank you.